是尚武，我是伯润。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带来音色的大对决，这次的主题也是非常热门的，就是5000块以内的桃花心木面单板，这个也是非常多人的第一把型的选择。如果你想要比较便宜的面单板的话，那这一集的音色比较你就一定要听听看。那我们这次的弹的曲子呢，是《千与千寻》的片尾曲，它的曲名叫做《永远同在》。原曲的话，旋律的部分是用人声来唱，它有歌词，伴奏的话就是由古典吉他来伴奏，所以我们今天请了伯润帮我们弹古典吉他的部分，那我就是用乌克丽弹旋律的部分，让大家听听看接下来这9把乌克丽丽有什么音色上的不一样。另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，这首曲子的后半段它会有一整段是二重唱，所以呢这是我们原曲主旋律的部分我们用好几把乌克丽丽来弹，那二重唱的上声部的话，我们会用 Anunu 的 C3 来担任第二个声部，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不同的乌克丽丽同时间弹会有什么效果。